今天是周末，准备呢去多伦多最大的 Outlet 叫 Premium Outlets 去转一转。主要是呢想徒步走一走，散散心。最主要的呢是想买两套餐具。好吧，我们就很快到了这个 Outlet， 有三家徒步店，其中一家已经关闭了，那么还有两家。这个 The Sink Kitchen 是最大的一家。质量也不错，我在这里逛了小一会儿，挑了两套。I'm just not good at showing sympathy.